起息肉可能很多人都不太了解，息肉主要是人的表面长出的益生物，大多情下都是良性增生，如果生长的速度比慢，也有影到人的健康，就可以先通过保守的方式治，也有少部分是性息肉。息肉就人的健康造成重的影，若有及其切除就化性瘤，重的使人失去生命。尤其是以下四息肉，一旦就要急到院去通过手切除。一、腺瘤性息肉。腺瘤性息肉是公的癌前病息肉，有 95% 以上的癌患者都是因长了腺瘤性息肉之后有急行切除所引起的一重的后果。腺瘤性息肉于患者就像是一定炸，跟性要分管腺瘤、毛腺瘤以及混合腺瘤，其中毛腺瘤息肉的癌率最高，一旦就要快通过手切除。二、倒息肉。大多倒息肉患者在早期不出名的床，只有少部分患者出。大便黏、便血、排便次增多、便秘、腹痛以及套、梗阻等情下，最好是即到院通过息肉切除，然后再行病理查。良性息肉一般不生癌，若是性息肉要根据的情考通过物行放化，才能使病情得到有效的控制。三、胃息肉。人的胃黏膜表面长出息肉也不容易被查，在早期可能致患者出上腹部痛、消化不良之的，有部分患者出心、吐、食下降等，即使胃息肉的比小、量比少也及其切除，以免息肉大多之后生癌。四、生长速度过快的息肉。有息肉之后，生一般见先行查，大多良性的息肉生长的速度都比慢，而性息肉生长的速度非常快，且繁殖能力，一旦的情就快通过手其切除，且行病理查，跟查果考后的治方案。除了以上四，如果是家族面直系常有出过腺性息肉且癌的情，有的癌症有一定的性，所以其后就提高警惕，注意防息肉的生。一旦生长了息肉，最好是即行理。情下息肉癌的几率高90以上，只有及其理前后期家里定期到院查，才有防癌症的生。要防息肉生癌，首先就要的防身长出息肉。大家平常良好的生活和食，不要吃过多辛辣刺激、油炸、烤的食物，也要避免抽、喝酒以及常熬夜。只有通过平的自我保增疾病的防疫，才可以助自己息肉和癌症。然即使查出息肉和癌症，患者也要地面病情跟生的行性致使生好。